你没事吧？谢谢你。这位小姐，请你自重啊，不好意思。人类荷尔蒙的味道啊，天哪，我怎么又上头了？不行，不好意思。再让我闻一下，我怎么感觉你这么眼熟呢？小姐，请你自重。再闻一下，等一下。方总，马上到您上台了。你等会儿让我摸一下。方总，您忙着呢。喂，那什么，不着急，我去帮您拖个时间啊。不是，韩总理。不是，你别走。莫名其妙。明天再找吧，我先休息一下。你觉得你跳这种舞就能吸引得到我吗？嗯。哎，为什么没有收集到荷尔蒙啊？再收集不到，我怎么回家呀？
是谁潜藏进了心窝，悄悄跟我咬紧耳朵，爱的私语就像糖果，甜透了地球银河，穿越浩瀚的外太空，思念如期而至，含情默默在你额头种上一颗，就用果然是你。Hello， 冯总，今天生活的愉快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。奶茶到了，稍等片刻啊，请慢用。柴小七，请你不要挑战我的耐性。不要那么凶嘛，我今天主要是过来跟你分享一下我新发现的这个艾灸按摩椅，真的很舒服。病啊，试一下你就知道它的快乐了。放开，柴小姐，放开，我们还没那么熟吧？一回熟，二回熟，三回我们就是朋友。放松，吐气，放松，吐气，莫挣扎。哦，感受一下它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温暖，融会贯通你的全身，非常的舒适。什么例子？那么疼？非常的舒适。没有感觉到吗？嗯，你给我放尊重一点。哇哦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你的手！加油气！放开！你放开！方总，我已经把你的……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回来，把他赶出去。不用赶我走，我自己能走。